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左右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岛台东，现在这里的气温呢已经是0摄氏度左右，但是台东三路上却是异常的热闹。小编了解到啊，这个4米高的巨人名字叫西西弗，它是国内最大型的木偶艺术装置。制作团队为它取名为西西弗，一个来源于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斯的名字，但为这个悲剧人物赋予了新的乐观样貌和生活态度。创作者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庞大的象征，象征了追求梦想的理想主义者，无惧于命运磨砺，愈挫愈勇，并永远倾力向前的大无畏精神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的一个巡游队伍在台东的街头出现，确实是非常的吸引人，很多人都为此特意赶过来拍照打卡。